T Tackle Ground Fight。好好多時面對一個危險嘅時候咧，致命傷咧未必係被打擊到嘅，致命傷往往咧可能係落地嗰刻咧後腦冚咗啲硬嘢。如果咁就非常之嚴重啦。咁我哋第一咧，如果萬一咧要保護自己，即係跌落地嘅時候唔受傷，要做咩咧？即係個下巴緊貼住喉嚨，望住自己腰帶嘅位置，係啦，咁樣起碼保證到咧嗰個喉嚨係唔會落地啦。咁咧再加埋咧，有好多人一跌落地嘅時候咧，佢知道咧原來咧係仲可以喐嘅喎，佢手腳可以喐。當對方埋嚟嘅時候咧，腳仲可以將對方撐開啦。好啦，甚至咧，如果對方趴低想打咧，腳都可以撐向對方胸部啊，咁樣。如果對方埋，好嗱，跟住如果萬一被對方騎咗上個身體啦，你手咧就可以做防衞嘅喎。好啦，當有機會嘅時候咧，可以將個身擰轉咧，然之後逃走。